好烂的特效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到了我开箱的时间了。今天这一箱我操，看到这箱没有，超级巨大的，这是针头小猫，哇，这样摆起来大概可以放100只吧，这么大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天地无忧，取吉注意。接着我们就把它打开了。哦，不是报纸啦，耶、yeah! ！我们的东西即将在这时候给大家揭晓。这是什么来着的？我操！安乐安坐剧场，安乐安坐剧场，赤焰红龙啊！哇！接着我们就把它拆封吧。你看这个袋子包的什么来着的啊？好长哦。好，我把它拆下来，这是它的头卡。火焰赤龙，这是神龙来着的啊。原型安乐安坐，哇！神龙登场！哎呦，这个有30公分长啊，每个箱体长度，这个头就跟一个针头小猫差不多啊，超巨大，8个可动关节，看它的这个爪，这个龙爪啊，前脚。浅龙爪，这个颜色灵光啊，你看是非常精致啊。这个龙头，这个獠牙，耶耶耶耶耶耶！看到这个都，然后神龙驾到，从天从天空下来，咚！我可以实现你们一个愿望，你们想要什么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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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 ，OK， 当我没说，耶！好了，今天开箱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按喜欢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话，请按订阅。我会不定期发出，好像看错地方了，这里吧。我不定期会发出影片哦，谢谢各位，各位交友们，下次见。